画师安里春花宴挑战。我是大英皇子慕容玄烈，人人都说我是谦卑贤德的太子殿下，却不知我内心自卑敏感，多疑狠戾，而这一切都和我那亲弟弟慕容锦和有关。自小我就生活在他的光芒底下，母后生了他，父王偏爱他，连我视如生命的女人也钟情于他。多年来我小心翼翼维护的谦卑面具终于一寸寸的裂开，我不惜以青州十万百姓的生命为代价，要看他被外人唾弃，众叛亲离，无人可依。我那么想看他落魄，却又怕他真的落魄。他和我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宿敌，是恨，因为不得不恨；而爱，也是因为无法不爱。上优酷，更多精彩剧情敬请期待。